哦，四个字呢哦。哎呦哎呦，宝宝，安尼袂使啦，是歹势呢。看了了，侬看了了，你又搞我老水喏。一滴刚清起来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来，黑当并过来啊。好，并过来，并过来。过来了，好、哦，来下来，用大腿先来压膝盖，压膝盖哦，吼、哦啊，然后这里要压紧哦，不然它会翻身哦，基本上这个病。嗯，来压一下就好了，一下就好了，这么爱踢哦。哦，阿姨看一下哦，哦，没事了，好，没事了哦。嗯，哎，好完了呢。蚊子咬一下而已。来，一样压着膝盖要压紧哦。哎，这么想要动起来哦，还没打呢，这真会哭哦。等一下打完针要抱起来哦，吼。手手不要来。好了好了。我去没流血，胶带再撕掉哈。好了。好好好。还有还有还有。好了，我们男子汉。五秒就好了。好了，回去没流血，胶带再撕掉，打针部位不要揉哈。要大腿打的五合一，回去还是要观察有没有红肿硬块哟哈。有红肿并不有硬块，好了，应该基本上不太有反应，今天就评价就可以了哈。好，谢谢。多摄取哟哈。